瑞士中山区林森北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意外事件，有一根长约90公分的钢筋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砸中了路过的一名装在男骑士的手臂，骑士是当场摔车倒地，救护人员是赶紧到场将他送往医院治疗，幸好没有大碍。而附近两旁都有工地在施工，因此警方也不排除施工力调动了钢筋。